新北市石碇发生了自撞山壁的意外，一名驾驶他开着 BMW 新车，要价270万的纯电造车，行经山区的时候，突然自撞山壁，整辆车的车身严重变形毁损，车轮歪斜，现场是一片狼藉。警消获报，赶紧到场确认驾驶没有酒驾，所幸人也只有擦挫伤，后续通知拖吊业者到场协助。